怎么是你？薛逸轩呢？薛逸轩让我来接你的。老大，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嗯，走吧。少杰，来这干嘛？难不成是要看话剧吗？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反正，老大，你自己坐着看吧。雨轩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想必公子是认错人了。不可能，你不是雨轩，那你是？小女子名为白若曦。白若曦？难道你就是那仙女腾天图中之人？公子为何有我画像？那画是我故事传下来的。我不知道那画从何而来，但我故事先祖让我们守护这画中之人。难道要守护的就是你？那公子为何又要守护我呢？千年已过，这就无从得知了。
公子刚刚唤我雨轩，听上去像是一女子芳名。是，你跟她长得一模一样。那她可是你所爱之人？我很爱她。顾远城，顾远城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一向年光有限深，不如怜取眼前人。你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你等我一下啊。口渴。口渴是吗？我给你倒水。顾远城，你记起什么了吗？什么？我问你，你记起什么了吗？白冰，你别问了。顾远城才刚醒，你让他休息一会儿吧。来，喝水。还想喝水吗？扶我躺下。再休息一会儿吧。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？这次是我太着急了，总想让你快点想起我，没有顾虑你的感受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不会再逼你了，也不会再打扰你。小傻瓜，还没看出我会腹肌，再逗逗他。那这次你让我晕倒了，打算怎么补偿我呢？补偿？好，你想要什么？那以后就留在我身边，当我的贴身助理。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我不让你离开你就不准离开。好。那现在你送我去雕刻室吧。现在吗？你才刚起来，还是要多休息一会儿的。你刚刚答应我什么了？都听你的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那我去准备一下。嗯。